小溜滑鱼是关键，是我爸爸两个的工具。哪一天我太高兴了，我的朋友们都多来我家看新买的电视机。哪一天的每一个星期天，朋友们都来我家看电视。看完电视，我们一起去公园踢足球。一台电视机让我有了很多朋友。2019年，我24岁，我给他买了第一台手机，2700块钱，是我一个星期的工资。二舅非常高兴，他每天都和朋友们打电话、聊天、玩游戏。他说没有手机，我会没有朋友。嗯，好的。